还有看到了什么？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在聊天，未曾看到什么。我觉得好的这种戏啊，有些时候啊，它是由观众来决定的，观众选择了这部戏，而不是创作者选择了这部戏。《甄嬛传》的这个成功，我觉得就是观众对它进行了选择，而且观众决定把它留在自己的心里。